哇塞喽哇，一头玩哦！我系 Kevin，欢迎大家点赞以及分享我哋嘅频道。哇，细佬啊，呢度边度嚟噶？爬咗成半个钟先爬上嚟，热到鬼咁。哇，平时叫你锻炼身体噶啦，呢度咧系我哋呢度双月湾一个好出名嘅一个网红打卡地。一般咧，我哋都系上网先睇得到呢啲景观啦，或者咩嘢你可以睇到啦。平时我哋呢度嘅人。大家可以去睇一下。系咯，你又专登话嗌我冇识嘅老识嘅人过嚟，话冇咁多人。你睇下，哇塞，人多到。咁我都专门拣咗星期一呢个时间过嚟啦，但系都谂唔到佢系咁多人。哦，不过都有可能，因为而家进入咗夏天啦，咁一个沿海地区一个旺季啊。哦，咁样啊？系啊，冇错啊。咁后边又系咩地方啊？后面又是什么地方啊？咁咧呢度后边咧，左边咧系我哋一个平海啦，右边咧，右边呢个位置咧系我呢个红海区啦。咁中间咧就有啲似我哋嘅一个香港嘅一个港湾啦，或者我哋一个码头。咁咧平时咧我哋一个居民嘅一个出海咧，或者我哋旅游咧过嚟呢边咧一个海钓咧，都系从呢度出艇啊出船嘅。咁好似你哋睇到啦，我哋一个沿海地区一个楼咧，都已经见到密密麻麻噶啦。所以你谂下呢边嘅一个人流同埋一个居住量都系非常之多嘅。所以大家得闲嘅话过到嚟呢边，都一定会过嚟呢个地方打卡。哦，呢个网红打卡地系嘛？平时你都可以上网睇啊，基本上都系从呢度去拍出去嘅照片。你好似听讲呢度好多都几多好玩嘅地方喎。系啊，而且啱啱我哋上嚟嗰度咧，半山嗰只地方咧，佢系一个海龟一个养殖地。咁平时有啲家庭过嚟啦，细路仔可能仲认识咧海龟系咩啊？系咪乌龟啊？人哋可能以为，但系唔系，海龟系另外一个种类。咁如果家庭识嚟咧，都可以带细路仔咧去睇下，去认识一下嘅。哦，下次可以带埋个仔过嚟玩下。系啊。所以你话爬半个钟值唔值得系嘛？啊，算你咩啦？哇，攰到鬼咁，爬咗成半个钟先行到嚟。咁你放心啦。仲有咩好玩嘅地方啊？下一个咧就唔使你爬咁耐噶啦。系咪？走，带你去睇下。好，就嗱嗱声啦！哎呀，呢度太多人啦。呢度睇起嚟好似都几有历史哦，咩地方嚟噶？呢度咧，我哋系我哋一个平海嘅一个古城，系、哦、你讲得啱啦。呢度系非常之有历史嘅一个底蕴嘅。咁咧，我哋嚟到一个地方去玩，都要去了解佢呢边有咩值得我哋去有咩价值值得我哋去了解噶啦。咁好似我哋呢度咧。以前咧就叫做平海城门楼，咁我哋有呢、这个东西南北门，咁呢度呢个位置就系我哋嘅西门啦。哦，其中一个门。系，冇错，而且咧佢呢个建立咧系明洪武呢个18年咧，喺1385年开始到而家都有600几年嘅一个历史噶啦。六百几年啊！系啊，咁咧而且咧佢去清朝嘅一个时期咧系一个。城墙咧抵御一个外敌嘅一个作用噶喺度，系啊，好关键，所以呢度好有价值性，历史价值性。哇，咁下次再嚟要带埋我仔过嚟一齐了解一下呢、啊這个，呢、這个系值得了解噶，特别系比较中意一个历史嘅文化嘅一个朋友咧，都可以嚟呢度打卡去了解呢、這个。咁除咗历史，有咩好食好玩噶？有冇啊？所以咧，就带你嚟呢边咧，去睇下我哋呢个本地有咩食嘅，有咩小食，系本土嘅，系。哦，好啦。
我哋出嚟咧，嗱，头先去爬山又爬咗啦，依家呢度古迹咧又睇咗，咁头先去食嘢又食咗，依家我食得好饱，咁不如你带我去海边玩下水，休息下，顺便消化下得唔得啊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有一个好出名嘅地方走，而家带你去，系啊，系啊，去啊，去啊，去啊，你又带我嚟边度？呢度边度嚟噶？咁多海边，点解系都要嚟呢度？有咩特别嘅地方嘅啫？咁你睇下呢度嘅海浪系咪比较靓先？哦，咁又系，啲海浪咧就比我上次去呢个地方咧，啲浪就比较冲劲，特别大有。咁肯定啦，但系阿姐你嚟，肯定嘅地方唔可以太差噶啦。哦，系啊，加上我计划咧系谂住。开间房先把行李放咗，再慢慢惯噶嘛。呢度有地方住噶咩？有啊，左边就系我哋呢度咧，比较出名嘅一个潭悦酒店啦。哦，潭悦酒店。系啊，限时佢保身咧都千几蚊，但系咧啱啱我睇咗，佢问咗2000蚊嘅都冇啦。冇房啦。系啊。咁你仲带我嚟呢度做咩啊？咁我都唔知道啊，谂住带你去住好啲噶嘛。我先而家点解今日会冇房，又唔系星期六、星期日？只不过佢点解会满晒嘅？第一咧，佢呢度咧可能沿海区啦，旺季啊，可能呢个时候系。咁仲有一个咧，就系我哋呢度咧系一个网红嘅一个地点。嗱，你好睇到我哋呢个右边呢度啦。看到建築物冇？哦，咁呢度咧就係我哋比較出名嘅一個礁石酒吧。哦，礁石酒吧喺呢度啊？係啊，再前面行前少少。我喺抖音刷過，好似好多人去玩咧。呢度咧，基本上過嚟呢邊嘅人都會去呢度打卡啊。哇，好似好玩咁，咁樣望起嚟好似好靚喎。係啊，我哋行可以一陣逛下。你陣間帶我去玩一下得唔得啊？係啊，可以啊，我哋慢慢行上去都得㗎。啊，不過今日玩咗四日都好攰啦，不如呢度冇地方住，咁你去另外一個地方揾個地方住啦，放低啲嘢休息一下先啦，好唔好啊？我好攰啊。都得，咁我哋而家走啦，先帶你去揾地方住一下先啦。好啦好啦，去嗱嗱聲去啦，好細啊！好，到啦，终于到了。咋？阿姐，你带我嚟咩地方啊？呢度唔似酒店噶喎。系酒店，我已经订好去隔篱啦。先带你嚟睇下呢度一线海景嘅风景先啦。走啦。一线海景。系啊，打唔会水你噶，走啦。又搞咩古惑啊你？信我啦，到啦，阿姐。哇，细佬呢度。看嚟好似都几靓下喎，系啊，呢度咧同我朋友同我一直拉住我去度讲过好几次，上次都陪咗佢过嚟嘅。有冇咁好啊？有，上次我佢拉我过嚟睇佢间房啊嘛，因为佢准备咧就已经系收到房噶啦，所以你朋友买咗呢度啊？系啊，呢个咩楼盘嚟噶？卓越余山海啊！哦，卓越啊？系啊，卓越好似。是不是在深圳我看到有什么酒店是他的是吗？是啊，深圳开发商很有钱的，听说这个老细。哦，是吗？是啊，很有实力。我们现在去这里啊。诶，我们刚才去玩这些地方不就是附近这几个咯。是啊，刚刚我们是从这里到了这里先嘛。哦。这个古镇这里嘛，吃完东西再到过来的嘛。诶，刚才不记得看个时间我们过来。几耐啊？30分钟左右，喺度导航，30分钟到噶啦。怪之我又觉得话，咦，一下子又到咗啦。系啊，咁我哋呢边咧，而且玩嘅地方好多。咁我哋平时其实唔使揸车嚟都得噶，我哋直接从西九龙呢度咧坐到呢个维东站。上次我就同我朋友坐高铁过嚟嘅。哦，喺西九龙坐高铁可以直达嘅。系啊，直达呢度啊，跟住我哋上次坐公交添。哦。系啊，坐高铁要几耐啊？一个钟多啲挤。哦，系啊，一个钟多啲挤。哦，我哋上次坐公交都系7-8分钟就有等到台车啦。即系喺维东坐高铁到咗之后咧，又有公交车可以到呢个楼盘系咪？直接到门口啊！啱啱我哋上你嗰度啊。哦，咁直接到门口啊，好方便啊。跟住
坐车，我哋系坐车，后屘咧我哋骑买咗嘢啊嘛，直接从呢度打车翻去都系40蚊左右到车站，系啊，到惠东站呢度。都唔贵，诶呢度系咪好似我上次嚟呢个地方啊？呢、這个，黑牌角，系啊，上次你咪话过嚟睇海咩？同、你朋友，好似系上次嚟咗你呢度啩？系啊，系嘛？应该系呢边，呢边比较多啲网红打卡点。我反正我都系上网睇咗，你有冇你讲得咁好啊？系啊，上次你自己去度拍照嘅，仲去度发去家族群嗰度发到一堆，我都唔想讲你。系咯，一路行过嚟嗰阵时，我就觉得诶、有好似有少少眼熟咁，好似嚟过咁。系啊，后期听讲啦，我哋到时可以坐船翻屋企噶啦。我仲可以坐船啊？系啊，坐到维多利亚港嗰度，系咪好方便？哦，系啊。咁佢而家卖几多钱啊？系而家我等下先同你讲。我听讲咧呢度嘅别墅啊都已经卖晒噶啦。卖晒，你仲带我嚟睇？系啊，我哋唔使买咁大噶嘛。我哋平时好似带老豆老母啊，或者自己过嚟买个一房两房嘅都啱噶啦。而且主要你够钱啦、啊。呢边望唔望到海噶？望得到一线望海啊，好靓噶。我要在阳台望到海嗰啲喎，上去睇一下你就知啦。你冇水我啊，大哥。唔会啊，唔会啊。系啊，呢度呢度呢度。哇，细佬。啊？哇，呢、這个开发商好似嗱，原来喺深圳开发咁多盘都系佢开发噶。梗系啦，咪拣带你嚟睇，唔惊你打死我啊！哦，咁又系，我都话你冇水我啊。系。哇，呢啲系喺边度噶？呢啲全部都同开发商合作嘅酒店嚟嘅，星级酒店嚟嘅。哦，咁叻噶。系啊。家姐，前面就到啦。嗰间房好靓噶，嗰间房有冇咁靓？你睇到你都会中意，都攰到死啊！你揾酒店，你呢度啲地系酒店，我已经解决咗，你先睇下西先啦。嗱，你睇唔系啊？系咪好靓？嗱，一日嚟就可以煮饭煮菜，有个柜煮饭系咪？系嗱，你睇呢个空间，放个两米嘅床都 OK 嘅。最主要就系呢度，你睇。不过呢度呢个空间望起嚟。好似都唔会细间嗬，哇！呢度边度会细？五十几个方喎，我呢度先得五十几噶咋？五十几啦，哦、而且佢仲有赠送咁大嘅面积啦，未计入去嘅喎。但系你睇呢个阳台，肯定唔止啦，实用肯定唔止啦，嗬。系啊，呢度阳台你放多一张床啊，或者放啲家私都 OK 噶。系咯，哇！阳台可以直接望到海噶喎、啊。系呢度就系直接望到海先中意呢度啊。哦，贵唔贵噶？呢度我朋友嗰阵时买嗰阵时都系廿几万啊嘛，呢度应该系28万左右就 OK 啦。我廿几万就可以买到呢层楼啊？系啊，系咪好着数？系咪先啊？你冇呃我啊？冇呃你做咩？呃你啫！我上次先过嚟呢边咧，就系陪我朋友去呢边收楼。啊！呢个海都几舒服啊！系啊，唔系好靓。系咯、啊，哎呀，我同你讲靓系靓，但系你都知啦。我过嚟嗰阵时嗱，老豆老母佢哋要住啊嘛，咁我同仔要住啊嘛，呢度得一间房都唔啱我嘅，带我嚟过嚟睇咩啊？隔篱仲有大噶，有两间房噶。我隔篱仲有大间。系啊，过去睇下。啊好啊、哎、好啊！快啲快啲快啲！哎，咁你头先直接带我睇嗰间大嘅咪得咯？系都要俾你先感受一下嘛。哎，都玩到攰到死啦，仲带我行来行去。嗱呢间嗱就去两隔篱，系咪好方便？哦。而且呢度两间房套间嚟嘅添。哦，呢个系两房嘅系咪？系啊。哦。嗱，你睇呢度呢啲咧，空间系睇。嗱，到时你可以住呢间房。嗱，又系一个套间嚟嘅，好方便嘅。一个套间，系一个套间，而且佢连接到一个阳台，好舒服嘅。哦，佢两间，佢两间房都带埋洗手间嘅。系啊，而且咧，佢房间都可以直接睇到海嘅。
哦，呢度行出去又可以直接到阳台喎。系啊，两间房都可以睇到海。哦，系两间房都可以睇到海。嗱，而且呢度咧，呢个阳台空间都系，因为佢面积大啲，比隔篱嘅诊所面积仲大。嗱，到时你带阿 B 过嚟，嗱，佢活动空间玩嘅，就去隔篱呢度就得啦。嗱，你就。我老豆冇坐喺度打牌都得啦，咁大嘅空间。呢边唔系可以一边坐住呢度食嘢，一路可以望到海。系啊，一边打牌系嘛？咁呢个系几多钱啊？呢个50多万，我上次听个就 sales 讲系55万左右。哦，咁都唔贵。好平啊，系嘛？而且佢首付好似10多万啫嘛，俾个首付可以做按揭嘅。哦，可以供，香港人可以供系咪？可以供啊！一樣啊！而家因為我朋友買嗰陣時，佢都想問，因為20多万，後屘佢屋企人俾咗錢俾佢啊嘛。哦，佢28万個房都可以供啦。咁即係呢個兩房個首期俾個10多万就得噶啦，係咪？係啊。我一個月俾幾多錢啊？一個月2000元都唔使，你預佢2000元有走啊？哦，2000元咁又冇咩壓力。係啊，你諗下，到時你住去呢邊。嗱，啱啱我哋订嘅酒店，一间房都400元，我哋两间房都1000元啦。嗱，如果咧到时住喺呢边，嗱，老豆住呢边，你住呢边，我住隔篱，系嘛，好方便。你住隔篱？系啊，因为上次咧我就同我朋友嚟睇过噶啦，嗯，因为同佢交房嗰阵我都睇咗一下，都有叫 sales 同我介绍咗一下，所以我先了解，因为咧。28万真系，我觉得都几唔错。平时嗱，到时有咗女朋友都可以过嚟住啦。咁你住隔篱系咩意思啊？咁即系我自己谂住买隔篱啊嘛。咁你咪买咯，你带我过嚟呢度睇咩？因为又唔好意思同老豆老母讲啊，唔差10万元，所以咪带你嚟睇下呢个环境睇下咯。你觉得都几唔错噶，系嘛？哦，你条友啊！我的意思即系话嗌我借你钱系嘛？唉，唔怪之啊，头先嗌你揾酒店，系都要拉我过嚟呢度睇。我话一定有咩古话，原来喺呢度等我。咁你话系咪好着数又叻？不过咧，虽然你条友咁古话咧，不过咧，好似依家好似坐喺度嗱，坐喺度食饭一边食饭一边可以望到海，其实又其实几舒服啊。啊、最紧要咧，佢唔贵，好似嗰间咁。你话你自己一个人啊嘛，系咪、啊？到时你带埋女朋友，哇，嗰间你先20多万，呢层两房单位喎，系咪？两个套间先50多万，好似都唔贵喎。系啊，你谂下，平时好似我哋一个月一次家庭聚会，咁、就可以直接过嚟呢边啦，1个零钟。咁我下子要攞100万出嚟。边度攞100万？嗱，第一。你先攞10万元俾我，系嘛？10万元俾我。第二咧，呢度先50多万，总数加嚟先60多万。嗱、而且呢度你唔使全部攞出嚟，你资金可以攞翻去店铺啊，几间店嗰度你要资金流转啦，系嘛？咁你可以攞个10多万俾个首期先。跟住月供都系2000元咯，唔使。啱同你讲咗啦。月供我知道，有冇咩压力啊？而且呢度咧，基本上你不是没什么压力，是没压力的。到时这里呢，因为它可以租出去。租出去？是啊。哎，你都傻的啫。我经常在香港，我哪有得闲回来过来搞这些租的事啊。我上次收房呢，我是看他们呢，我朋友那边呢是说可以租给酒店，这个温德姆这个酒店，而且他有个协议给你签的，反租的。我租你的。你意思是，即是说意思说即系我唔过嚟住嗰阵时咧，我可以托管俾温德姆酒店系咪？系啊，佢仲同我签埋协议系咪？系啊，唔系真噶，你冇呃我啊？肯定系真噶啦，我朋友都收咗房啦，签咗呢啲协议啦，系嘛？系啊，而且你谂下嗱，我呢间房啦，到时系嘛啲租金加埋呢间房嘅租金，肯定超过2000啦。咁你系咪唔使供啊？好似又系、啊，你系咪冇压力嗱？你咁计条数好似又系喎。嗱，第二咧，你好似今日晚黑紧，我哋开咗两间房，你400，我400，都差唔多成1000元啦。你系咪赚咗1000元啊？好似系喎。系嘛？一系咁啦，我哋落去睇下有冇楼层先啦。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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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走走走走。
姐姐，系你哋流程都有咯喎。嗯，跟住点啊？都几唔错噶，流程又啱。即系咩意思啊？唉，系嘛？嗯，都 OK 噶。你意思即系使唔使咁快啊？我都睇过啦，你都睇咗啦，嘛？不过确实，我觉得都算你识做啦，介绍啲个咁笋嘅嘢俾我，系咪？反正总价又唔贵，咁如果系你中意嘅话，咁咪买咯。或者你要问啊，要咩手续啊？要咪搞啲咩手续啊？系，我去。好，咁呢期嘅我哋嘅一个游玩嘅一个攻略啦，同埋我哋嘅详细介绍到呢度啦。系啦。咁大家如果仲有咩唔明嘅或者想了解，可以随时喺评论区下面同我哋留言啦，或者拨打我哋嘅香港电话同埋大陆电话，或者加我哋 WhatsApp， 随时都可以揾到我哋噶，我哋都会详细咁回复大家。咁今期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下期再见啦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